下面请您欣赏《数字英雄》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
伙计给您拿一根铁签子，是你要在鸭子上做个记号。做记号干嘛呀？哎，画个画儿，打个叉儿，一会儿烤完了回来检查是不是这只。哦，别换了，这是规矩。嗯，这跟过去那个饭馆吃鱼的道理是一样。嗯，哎，吃一条鱼，蒸个鱼，把抄的给您抄来了。三斤二斤，哎，你看，你看完了，我要了。哦，规矩就是伙计同志，您得把这个鱼摔死。干嘛摔死？让你告诉我，到后厨没有把你的鱼换掉。哎，我换不了，没有给你换死的、冻的。嗯，三斤半的鱼拿后边完事儿，争得这么大啊啊！谁看出来的？这是做买卖的良心啊！规矩，烤鸭也如此。做完记号完事儿，还得让您看，嗯，是不是这儿？好像做的记号对了，嗯，这才同志您先把鸭子脑袋和鸭子屁股切下来，这干嘛呀？找一小盘放好了，嗯，摆在这一桌吃饭人的主位的面前。什么叫主位呀？这一桌子一定是有一个人坐在主位。主位是哪儿啊？就是这一桌人谁最有钱、最有势、岁数最大、最受人尊重，嗯，这人坐在主位。主位是哪是主位呀？嗯，面对着大门的那个座是主位。冲着门，哎，谁要请您吃饭，您记住您这座怎么冲着门，这是主位。哦，这小牌要放在这个人面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有头有尾，这是吉祥话。哎，剩下这鸭子开始给您骗啊，骗108片的丁香叶儿。嚯、哦！啊，骗完之后开始吃，嗯，这就开始讲究了。哦，头一种吃法，嗯，薄饼，一般都怎么吃？小薄饼有规矩，嗯，薄饼拿在手里一攥，这是一个团儿，嗯。一松手得是一片说做完这个团再松手回不来，嗯，不成功，没有弹性，鸭子就不能吃啊！哎，必须是这样，然后能打开，嗯、里边放片鸭肉，这都讲，哎，搁上酱，再放上葱丝儿，嗯，这个葱要用山东章丘的葱，那儿的葱好啊，它那个葱最高的能长到2米长，嚯、哦，这叫大梧桐，嗯，上边是绿的，下边是白的。就是底下葱白上面葱绿嗯，要选择葱白和葱绿过渡的地方，这段叫那叫葱库，呵，这么一卷，嗯，这是一卷，是，咱是过去那个有身份的大户人家，一聊天，您吃了多少？我吃了3卷，哎，我吃了4卷，对，对方就不敢小瞧你，嗯，这是吃过见过的主啊，您吃了多少？嗯、8只，啊，这是藏獒。这是头一种吃法，哦，第二种吃法呢是用空心的马蹄烧饼，这怎么吃啊？那个烧饼空心的，嗯，鸭子加好了这肉要蘸一种调料，嗯，很简单，就是酱油和蒜泥，这加一点，但是酱油可不简单，酱油还有什么不简单？因为它这是真酱油，怎么还有不是真酱油？它不是你在超市买的一瓶一瓶的黄豆做的那种啊，你那不叫。他这是真酱油，他这怎么做呀、啊？他在6月3伏，嗯，哎，6月3伏太阳正晒的时候，啊，铺上2张锡纸，锡烟，抽烟卷的盒里边那块纸叫锡纸，啊，大张的，哦、嗯，来最好的干黄酱放在上面，嗯，底下铺好锡纸，上面盖一张锡纸，嗯，在上面再压上一块石头，对，把底下这个锡纸窝出一个口来，嗯，下面来个盆接着。6月3伏太阳最足，就这么一晒，嗯，把酱里边晒出油来，啊，什么叫酱油啊？是酱的油啊，啊，它不是黄豆的油啊，嗯，是酱里出的油，嗯，接着这个盆里边，它得一滴一滴下来，啊，多珍贵，是，这凑满一盘，再搁上桂皮啊，什么香叶呀、啊、这些调料，嗯，再煮，再过滤加工之后，嗯，这个叫酱油，拿这个酱油和上。蒜泥蘸鸭肉捅到空心烧饼里边，这是第二种吃法。好、哦，第三种是用生菜叶子卷，啊，那个鸭肉要蘸黄芥，都不一样才得味。这是烤鸭的三种方法。啊、嗯，要不说听相声长知识呢。啊，他父亲12岁进全聚德，就是负责包葱。啊，这葱很重要。好家伙！包了20年，就20年包葱，得到了一个奖励，什么奖？全聚德1级葱师，葱师，获得了法兰克福骑士奖，包葱获法兰克福骑士奖，是的。
那就是法兰克福就是歧视我爸爸。法兰克福骑着你爸，骑这什么叫骑着？我倒不清楚啊。反正这一下声名在外，有名。好家伙，全聚德有一个老师傅，二十年包葱啊，国家一级葱师。别提这个，享受特殊津贴，就来了挖墙角的了。谁挖一包葱的？天津狗不理。这也是大饭馆啊！好家伙，狗不理离不开葱啊！包子有什么葱吗？包子好吃不好吃，全在葱上。哪搁葱啊？您各位在家里也包包子啊？你有时候老纳闷儿，为什么吃完之后跟外边老字号的不一样啊？是不一样，毛病就在这儿。您说说，你家里头一定是葱姜切碎了啊，跟肉和在一起放盐呐、啊，什么酱油啊、花椒面啊、花椒粉，就这类东西啊，打一块儿。你包完之后，你吃你老纳闷儿，嗯。那么老字号的包子呢，它跟您的区别就在于那个葱和肉不是和在一起，那它怎么放？它把葱包好了，切碎了，放在边儿上，嗯，这一盆肉馅都打好了，嗯，葱末撒在这个肉馅的表面，哦，它包的时候拿着剂子往里边拨了一点肉，再拨了一点葱，这样包完了它蒸了，哟，你回家试试，它唯一的区别就是这点，哦，就这不一样，因为葱跟肉打在一起之后，它会有一种东西，它就臭死，那葱就辣，哎，它就不像那种东西。你回家试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所以说全聚德、狗不理都觉得葱很重要，啊，挖墙角。哎呀，狗不理来了，要挖墙角，挖，要把这个葱师挖到我们那里去，啊，就跳槽了。哎，不对，这个跳槽是现在好多公司爱这么说，都这样。某某副总经理跳槽了，对，我们这哪个工人跳槽，以后反正能不说这个词儿，尽量别说这个词儿。跳槽不很正常吗？跳槽这个词不好听，因为这个词儿过去为什么叫跳槽呢？嗯，跳槽是在旧社会总有一种烟花妓院呐、啊、青楼啊、分化场所的专用名词。专用，因为在那儿还有这个女服务员啊，别提什么服务员，这是女服务员啊，就是那个有技术的女人。哎，是是就说妓女就行，也太雅致了啊。就是比如说某一位。女的吧，啊，姑娘，啊，她一直女的姑娘，就是那个那有一个女同志吧，你还说得清楚说的是吧？有这么一个人吧，一个女吧，一直跟那个服务跟张先生睡觉，啊，后来呢就跟李先生睡觉，哎，这个换的过程叫跳槽了，哦，所以有某个单位的大姑娘们，我跳槽了，哎，别这么说呀，这不好，没文化的大哥一边在刚走，实在是不好听啊。所以你父亲要跳槽？不是，挖墙角来了。狗不理就来了。嗯，别跟来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松狮啊？啊，松狮啊，他们跳槽来了是吧？我们要这个人到我们那里去啊？松狮，全聚德是他不可能去的。哦，这样我们这儿待20年，就是。嗯，请葱精现身。葱狮来，我你就说你请我爸。你父亲来。你说这事狗不理的，那你就是自己的，你走吧。啊，这以为不会去啊，没想到你爸，嗯，可以，我他打呀，全聚德这脸都白了，我管不住了啊，去也行啊，不结账，那这难为谁？一个月不结账的事儿，啊，不是一个月，是啊，那怎么着？全聚德有规矩啊，60岁退休结一次账。哎呦，这不就是抢吗？这不就是？你爸爸犹豫一下。那也走，好咬了牙。别看我是一级葱师，别提这个。嗯，不结账我也走，换个地方新鲜。哦，干腻了。还有句古诗夸你爸爸，怎么说？葱师未结身先丧。什么呀？到狗不理。哦，狗不理，你父亲练习包蒜啊。这太糟践人才了，你这么好一葱师，费这么半天劲挖过来，到这儿改包蒜了。包蒜更重要。怎么就更重要啊？你包葱好歹他那有点人，哦，包蒜没人干活。包蒜有什么难的呀？吃包子那就蒜。是啊，小孩一包蒜，指甲长。嗯，哟，坏了，这蒜包破了，没有卖相，不能给客人。那怎么办？整鸡蛋浪费。哎，你父亲细致，他包的好。看看这白菜胖子，这客人吃的好啊。啊，也有失误，光说话了。哦，破了怎么办？他吃了，
老吃没包过好的，合着一晃就干了20年，包了20年算。你父亲提出来辞职啊？他怎么自己就不干了？胃受不了。哎，没包过什么好的。狗不理说了，嗯，辞职可以啊，结账。这60年结回账啊？不，这是啊，这儿不是60年。那他呢？狗不理的规定是活140结回账。好，应该打得清楚的。嗯，你爸爸，那我就不干了。说不干就不干，出来了啊！出来之后一身的能耐啊，有什么能耐呢？这半辈子长了短的全行。什么叫长的短的？长的是葱，短的是蒜，也就这两样手艺。包葱包蒜的时候，净看着这两个地方的厨师炒菜。哦，这算偷艺，看也看会了。呵，但是没有厨师的那个本儿，证照，那没法到饭店去干活。那怎么办呢？到单位食堂给人炒菜，也就是炒炒大锅菜。呵，那个单位有700多人，是不是大公司啊？都爱吃你爸爸做饭。还是有手艺，有能耐，是吧？但是这个玩意儿就是人有能耐就容易，嗯，遭人陷害。遭人陷害，就是有好些的人去，嗨，你爸爸打个报告了，不是谁陷害人厨子呢？哎，天下的事儿，这就如同你看，我老在台上说你爸爸，有好多人去给我举报去，这个没有办法。其实，咱实话实说，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。啊，但没有办法，你站在坏人角度，他也觉得他对，真让人想。你父亲是就炒个菜，嗯，就让人想，怎么了？警方都介入了，这么大的篓子呀，怎么回事？看你爸这人呢，就是过去有句话，嗯，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。啊，明白了，以前老讲究，就说这厨子呀，愿意往家里顺点东西。他也没，他就你比如炒了泡菜，有什么东西？他爸爸一回头，啊，冰糖，哦，烧点少的事儿。往坏蛋那盼着了，就这一冰糖，冰糖了，这就好了，咱们报告去吧。啊，好家伙，就当坏蛋了，就去了，纯粹陷害。你这怎么？他能力太大了，啊，对吧？那都是普通人，你能力大，你这个罪过还小啊？哦，这就完了，你这就犯法了，就让人告了。那你爸爸也是那么弄的，嗯。来，嗯，红糖，喜欢吃甜的，缺根葱，还喜欢吃辣的，嗯，白菜心儿，清清口，馒头，没多少钱，花卷儿，主食，包子，糖三角，那有你这追厉害，蒸锅笼屉，冰箱冰柜。电灯、电扇、电话啊，所有的电器，门窗、地砖、桌椅板凳、房梁框架、女服务员，没有他不要的，这遭人陷害，那该陷害啊！因为这一点点小事情，还小事情，你父亲被判了10年。不多，那我能掐死你。10年，人一辈子记住10年，那怎么办呢？12岁进全聚德，包送20年，狗不理包算20年啊，监狱又待10年，还有12岁。但是在监狱里边，你爸还真是挺好。什么叫啊？积极配合改造，这就应该。后来提前减刑释放，还不错，提前半天释放。要不我就坐满了，差个那半天儿了。回到家来，老头让我很开心，是吗？你别看坐牢10年啊，一到家啊，儿子6岁，就是账算错了，怎么回事？坐牢10年，儿子6岁，不像话了，虚岁啊，不像虚岁，谁得虚4岁？那个不重要，闹不清楚啊。老头说，其他的我都不往心里去了。怎么了？我这个半辈子算是过去了。那不多半辈子了。接下来我要对得起自己。怎么叫对得起自己？好好的活着，这应该。吃的喝的要讲究啊。都这岁数了吗？没事，我就是锻炼身体，多休息啊，要一好身体，挺好，身体好，好好。早晨起来之后啊，一睁眼，刷牙洗脸，是啊，不睡懒觉，早起，收拾好了坐在这儿。弄面部，
听你声声的，哎，我哎，先喝一点猪奶啊！不像话，喝牛奶、喝羊奶，还喝猪奶。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喝牛奶，那不挺好吗？喝牛奶的时候出点事儿。喝牛奶能出什么事儿？喝着半截啊啊，那个牛坐下，趴在牛肚子底下喝去了，受伤了。这是得受伤啊！所以后来您喝猪奶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，不会受伤了吗？你往那一躺，软乎乎的，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儿去喝。小哥几个从哪儿来的小哥几个？像话吗？哎，喝得饱饱的，哎，喝完了起来，干嘛呢？腿有柴火，爬草垛上啊！这才开始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跑步了。啊，这是运动，跑步，找一个门，他这个仪式感特别强。这是什么仪式呢？找一个门，啪，踹一脚，这个跑，啊，这个同性背景，他有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？这个门里边必须住的是个寡妇。我爸是踹寡妇门的事儿，他倒不跑绝户门去，是吧？跑一大圈，啊，身上微微的出点汗，到位了。这才回家来啊，要喝一点鸡汤，这是补的东西。这个鸡汤还得自己看着，哎，自个儿熬，自个儿炖，哦，自己上菜市场去买去，挑那鸡，买的是女鸡。什么叫母鸡？你外行了吧？我外行，那叫母鸡。怎么还有广东人啊？哪广东人啊？母鸡啊。这怎么想的？这是喝完了鸡汤啊，到河边去游泳。到河边游泳，他原来也是游泳池啊、躺浴馆啊，啊，挺好吗？后来不让他去了，凭什么不让去啊？太淘气，老头儿，他淘气，他在游泳池里啊撒尿。您这一看，您就不常上的公共场所游泳啊？您不知道啊？都在游泳池。他跟别人有点区别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他在岸边儿。站在边上往里尿啊，他是不让他去了。后来去拉倒吧，上河边吧，河边行了，河边他更开心了。是啊，一到河边先把那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都叫过来，干嘛呀？快来快来，看看游泳。哎呀，老姐姐们快来吧，都七八十岁老太太们，哦，都坐在那儿，是看着呢。爸都在哪儿？好好好，好，我脱衣裳，脱衣裳，游泳吗？脱个一丝不挂，对，光着。哎呀，让你们看看我这纹身，老头有纹身，由打脖子到脚后跟纹了一整条带鱼，多难看！有好家伙，活灵活现，游得好啊！后背这条带鱼回来，每次咱最后都得让谁拿个渔网抄啊！当真鱼啊！上来回家吃午饭，该到午饭点儿，自己打电话叫外卖。这食堂，我来披萨。一会儿披萨，哎，给您切了吧？切吧，切八块还是十二块？怎么切？八块。哦，十二块吃不了，傻小子，八块披萨，嗯，吃一大碗鱼鸡汤，也挺给你鸡汤。睡觉，开始睡，午睡，嗯，这觉睡到下午三点，可真不行。起来之后，嗯，到健身房，哦，去拉皮条。我先等着，兄弟，是是啊，三点就拉皮条啊，应该呢，早点儿，几点晚上七点钟差不多。您别开玩笑，啊，拉，那不叫拉皮条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拉背气。哎，反正去，一进健身房，又不认识的，都熟啊，这些位都把活放了，都是呦呦，我知心姐姐来了啊，别这叫什么？哎，大人挺好的，哎。
谁都认识，是吧？来了来了，小朋友们，好好练。不，你大胖子，你得好好练啊！嘴都偷吃东西了啊！大个儿，身体挺好的吧？呵，你是你最近胸肌太棒了。是，大爷，我是个女的。倒是熟是不熟啊？大爷乐啊，不为你们都不来。多练腿点。你们练吧，我走了。完事儿，您到底干嘛来了？大伙儿一看这表，他得去烫澡。什么？怎么还烫澡？老北京人这个老大爷喜欢下午烫个热水澡。哦，倒是有这个。那个，你看那什么洗浴中心，给多少钱都不去。哦，得上老澡堂子。他有那氛围，那大池子是。北京城有一个百年的老字号，叫什么名？青花池。没错，没错，就像五方桥那块儿。五方桥青花池。对。得有100年的历史，百年老店。哎，过去老北京拿这个当个文化，是每天必须去泡澡。啊，有的老头真是天天去，他拉就必须不去就浑身难受，是吧？你要别处洗才怪，所以，哎，青花池，哦，那有个老匾，他看着这块匾，青花池是，啊，这看着匾就觉得是个享受，高兴，青花池，哎，行了，到这儿我就可以洗了啊，别的地儿不洗吗？脱衣裳洗啊，脱个衣服不管，那是洗澡吗？青花池的伙计都认识他，是吧？我脱了，于大爷，哎，上屋里脱来，上别在马路对面脱了，怎么的？看见大老远看见脸就脱呀？啊，近点就脱。这大马路好家伙，来回走6场车。那个湖广会馆正散戏，好几百人往里跑。这是中学、小学，家长接孩子好千人。六趟车马路车都停了，连行人好几万人。啊，看你爸爸光屁股跟着走，好家伙，世界都凝固了。我操，开心呢啊！开心，来回走几分就回来了，还走几分呢？头发过来往拿衣服，衣服扔那边，感觉像走秀似的。真秀了！哎，抱着衣服过来，大伙都鼓掌，好家伙。这老戴鱼，好家伙，满大街跑戴鱼啊！进来了，哎，到这个老堂子一坐，伙计们都认识啊。来坐，给您切点水果吗？好，苹果、梨，跑累了，青萝卜，来什么？自己带来，我快自带，咱们老规矩嘛。啊，这是带着什么呀？打开包，身上拿，白色的帽，戴炸子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忘了拿错包了吧？把我的包拿出来了。这种包他们家人手一个，说遗传的。拿出来一个塑料的口袋，塑料口袋是塑料的兜子啊，里边有10斤干炒黄豆。干炒黄豆不爱吃那啊？炒黄豆对人身体最好，它有点补中气，是对肾也好啊。哎，10斤呢、啊？10斤，拿一大铁勺，自己定制的大铁勺，牙口也好，吃的干呢啊，咽不下去，怎么办呢？伙计，上水，上水，伙计都知道，提前给他冰镇好了，桶装水一桶，30斤一桶啊，干嘛呀？放到这儿，哎呦，桶里边插一大吸管，好，坐着喝。漱口了，这是一会儿一会儿啊，30斤水，10斤干炒黄豆，40来斤，10斤干炒黄豆，30斤水，得了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，废话，这怎么抵着这？吃完了浑身燥的，顶着吧，爸爸开心啊，这回可以泡澡了，哦，他晕躺啊，这个老澡堂。它有几个不一样的池子，是它温度不一样，水温井里边会有一个特别热的池子，有的人愿意泡汤，只有老头敢下去，真是但是受不了。对，他爸爸来看怎么样劲儿吧，哇，这么烫，热热热热啊，这才痛快，是吗？把刚才吃黄豆的大勺拿出来，哎呀，这有喝的，好，温度很好，温度很好，是喝着好。伙计们赶紧伺候，怎么伺
伺候啊，池子里边扔葱啊、姜啊、西红柿啊、磕鸡蛋啊，这逮着唐僧了是吧？要大吃活人，是啊，弄起琵琶坐池子里，烫舒服，是啊，但这一烫确实有问题，烫了有问题。刚才吃了一肚子黄豆跟凉水了，啊，这玩意儿再拿外边来热水一烫，肚子里边有气体。生气体，气体它就往外要了，见一见世面。是顺着您父亲的身体中后偏下，学那个摩托车启动去了。提速、啊！把排气管堵了是吧？满池子的气泡，我去下回。